都感觉到跟我们外有相似。This， 明天要出去玩啦、啊，真紧张！我摔了，不认真，别麦片。好了好了，嗯，我们就是要出去玩，我们要去南回，不是南河，是南回和围回。OK OK OK， 那我准时的摄影器材都准备了，今天太开心啦！好了，你就简单跟我聊聊天。也是下雨天的话，我也不会再拍片。我明天会再，就下雨天的话，我再发个拍布个短影。那也是身上我100%晕车。OK OK OK。那今天的一个小时我就先到这边结束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像这种要先手贱手啊，那像是今天这种废话太多影片第二集颁奖了。有兴趣的话，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今天幸运朋友就是你，是在5月15号星期五的晚上看到我这一集影片的朋友。好啦，那也希望大家喜欢。那今天的热情我就先到这边说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马上拜拜。